Slow down, hold on tight now. It's okay to meet me at the front line. 日本人拿行李箱要把它提离地面呢。 Thank you. 没事没事，太阳的下雪，哇，好漂亮！天童车站，还有专车接送，抵达 ，Thank you。抵达我们今天住的饭店。他刚用那个翻译司机问我有没有受伤。 大浴场，我们是红色的，女生的。今天天童温泉的饭店开箱，厕所，洗澡的地方。这是上厕所，直接打开门灯就会亮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衣柜、浴衣、床，两张床，一个小和室，洗手台。 还不错，这个是看中庭的风景。OK， 开箱完毕。你现在要来吃午餐，手打荞麦面。这个雪一直朝我的眼睛冲过来。营业中。 超多荞麦面，福州水面的鸭肉。我们到接驳车到这边银山温泉，今天下大雪，现在要去主干道上面。 今天是飘大雪的银山温泉。早上好，来给大家看我们房间，面向中庭窗外的景色，远处的山也都是银白色的一片。 很漂亮，这个景蛮不错的，可以坐在这里看风景，看这个山，漂亮的山。今天的早餐，吃东西，黑雪景，正在下雪。 一些腌制的物品，在浴室上很好吃。我们要去煮蛋，丢进去，标签跑出来，然后5到6分钟，又冷水冷却。这个是我们饭店的。 造景中庭，昨天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积雪，经过了一整天，全部都已经变成银白色的一片了。饭店的大厅，等一下去山形车站。